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B Walker TV 的主持人 Jeff。 那今天呢，在我身边有一位美女哈，这位美女呢，为什么会在我的身边？欢迎我们新传媒阿姐林湘平，掌声鼓励。我自己掌声，自己掌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湘平，很开心来到 JB 跟大家一起见面。那阿姐，我想问一下哈，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呢？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？当然是来宣传我们的全程最嗨跨年倒数演唱会2013啦。而且呢，这个活动呢，我相信会是 JB 最盛大最大的一个跨年演唱会，所以很兴奋。因为除了新加坡艺人呢，除了我之外呢，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耀东啊、宏宇，还有台湾的艺人，还有很多很多海外的艺人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倒数。所以希望当天呢晚上呢，大家会带着最嗨的心情跟我们一起欢乐吧。听说你也会一起表演，你来到这边，那你在跨年演唱会的时候一定会表演吗？那会不会带来一段性感的热舞呢？性感很像从出道以来都没有走过这条线。我怎么讲呢，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吧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演员，就是拍戏比较多，然后很少在大家面前唱歌，所以这一次会唱歌吧，会唱一些比较轻快的歌。怎么讲呢，我自己本身在台上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恐惧感，因为我有点 stage fright， 所以希望大家，就是我知道马来西亚的朋友都很热情的，所以希望大家给我最大的鼓励，一定要来支持我，给我最大声的掌声，谢谢。那你要唱歌还是什么吗？还是会穿比基尼还是很性感的服装？这是新山观众一定要知道的难得的机会，有没有？到比基尼可能那个我对自己的还不是很有信心，不过就可能会以最亮丽的衣服就表演，然后给大家看。然后怎么讲呢，如果大家的掌声给我越大声呢，我就会越嗨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给我很大声的掌声，我才会很高兴很嗨，跟大家一起跳舞啊，跟大家一起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湘平，全程最嗨跨年倒数演唱会2013，你们一定要来哦！想知道更多详情，请锁定 JB Walker TV。